因为我要吻你啊。啊，此不量力。那可是冷血的周扒皮。谁给你的权利对老板指手画脚的？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表现。我先出去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灵韵不得入内。夏总，听说无限的副本项目要启动了。想要做游戏副本的那个，首先要有个男人肯定。策划案写完了吗？嗯。那个是邢韵男朋友吗？啊，对啊。夏总，这是不是你爱吃的口味啊？我们夏总嘴这么刁，他喜欢吃一定好吃。服务员，把他撤了。做我女朋友？果然是个情场高手啊！女员工谈恋爱，老板帮着防着。做女朋友这种要求能随便答应吗？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干嘛处处和我作对啊？我只是不想让她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。行运小姐，你喜欢她啊？你不会有喜欢的女孩了吧？我之前怎么不相信？我这么喜欢她。